请问两口子怎样做家庭才能幸福呢？首先说给男人们听，持家经验记心中，有孩子有家庭，不可任意胡乱行，烟少抽，酒少喝，朋友聚会别赌博，多工作少清闲，银行卡里多存钱，过日子要实在，虚荣心会把你害。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对待老少要照顾，爱家庭孝父母，对待朋友要靠谱，爱妻爱子爱家庭，不爱身体等于零，身体健康是关键，锻炼养生记心间。说完男再说女，女人们要认真听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不可再有第二春，别的男人再优秀可别往人家怀里凑，别嫌家里日子苦，勤俭持家你做主，辛勤劳动多工作，和谐幸福欢乐多，对待孩子不要惯，少买零食多做饭，对待孩子多疏导，关心教育成绩好，同心协力育子女，同患难来共甘苦，不比吃不比穿，家庭和睦乐翻天。